大家好，我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院长林欣荣。冷气团来了，天气很冷，记得要跟家里面的长辈提醒三件事：一，要多穿衣服保暖；二，打疫苗提升免疫力；三，定期做健检。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有专家为长辈设计的健检，请多加利用。最后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新年快乐！